进来是可以。哦，好球。你蹲下，头蹲下去是对的。我在。阿鲁米。哎，亚伟难得这个时候来。
还没来啊。哦，是啊。哎，哦，你不会怕？我怕两周，这段老多。不累啊？啊，不累啊？没啦，我不累。不累。我不不累。双打了。哎呀，你跑上大头啊？怎么办啊？去。啊，谈判不要跑啊。哦，同学，你太不给梁教练 面子了、啊，太不给梁教练面子了，这么顺手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三颗球都骂一个字哦。我知道干什么嘞？看，我说你骂看，我知道。这么空。这么空，这都比空的。这边把它哈，不要忘了，现在拿出来吃，一人一盒啊。教练赢还是小熊赢？我不知道哎。在最上层哦。哇！
还有喂、欸、喂、欸、哎呦！对呀。挥棒落高，老花了。哇！哦，师姐帮他睡，好球。
就到哎。你们赢吧。赢了。等一下，我帮他们录影一下。拍完了吗？还没啊，刚拍而已啊。你要等我十分钟。十分钟，你要两小时啊。好啊，两小时你说的啊。那我就拍两小时哦。好，贝贝。贝贝，你在干嘛？他拿什么？
哇、哦，好球，好球！干嘛？走。啊，不要。给你呀。不要啦。放口袋。啊，你放啊，你自己放，你放我口袋啊。你放啊，你放，你放我口袋就好了。给你。好。再去你家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什么？贴纸啊，贴纸给你玩啊。走了，拜拜。哇、哦，漂亮！这球拍起来漂亮。固定两个礼拜跟他团购一次，哎，很便宜哎，他十克才100块，便宜吧？六家。哎，很便宜啊、哦。超好吃的。哎，好吃啊！我想说，就两个礼拜就削来给你们吃啊。谢谢啊。不会不会。你们几点就来了？五点。
哎，今天梁志军他们没来。对啊，今天他们怎么没来？可能又是琪琪家有事吧。或是不然就是那个十八青呢，那个厉害。那是什么？十八青呢，国手啊，十八青国手。哎呀，这边大概没有人赢他。真的？对啊。十八青就接近成人国手了。中心的啦，以前中心体保的。那准备要当兵了，很厉害啊。很赚啊。他，我那天看他跟阿童在练球，阿童削球，他真的很会拉削球，不怕，完全不怕。对，那反手也很好，对。拍是什么？拍照。拍照，好，等一下好不好？我先帮阿姨拍照一下。我要拍。等一下再拍你好不好？啊，你要笑笑哦，知道吗？还是你要骑脚踏车？你骑脚踏车，我拍你好不好？你去骑你的脚踏车啊，啊，我拍你骑脚踏车的样子啊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瑞群换短科，我要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瑞群什么时候换短科？好了，对不对？不然你跟牙齿对，要吗？不要。你要跟北齿对吗？好丑。你才臭臭！哎，你要撞我！哎，不可以撞！哎，我的脚，你撞到我的脚了！我要摸你肚肚啦！你刚偷摸我肚肚！你要打我？好，我叫警察把你抓起来！叫警察把你抓起来！要不要？叫警察把你抓起来！关在厕所里面。
哎，你怎么骑上去的？你怎么骑上去的？你怎么骑上去的？你用抬的、啊，小心一点，不要摔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没有，很少。再拍一次。再拍两次。我数。你不用数。十分钟。哎，十分钟很久了。没有很久啊，一下下而已啊。很久。没有。十分钟一下下而已。哦。哎，你又打我屁股啊！放屁给我呢。我准备放屁给你闻啊！一、二、三，不，我放屁给你闻啊！我要这个拿回去。好啊，我给你啊。哦，哎呀，反手好厉害啊！哎呦，你又打我！不要再上去了，下来，贝贝，下来。哦，哎呀，是哦。我拍你，我拍你，你不乖。不可以这样跳了，你会等下摔下来。我要跟爸爸说，不可以这样下去，这样你会跌倒。不可以。你这样会跌倒，哥哥把他抱住。你这样会跌倒，不行，你这样太高了，你跳下来会跌倒。你要不听话，叫爸爸载你回家。好，你请，你请，你请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这么给的？你是来乱的、哦？哎。谢谢。结束了，我嘞，刚要拍你们就结束了，哎、欸，再打个一场吧。你不要过来啊，你不要压到我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绕过就好，不要压到我。哦，好球，机械投降，投降输一半，不要，你不要吵我，好不好？给你放你口袋哦。好了好了，放我口袋。
哎，内角好球，外角好球。哦，上影漂亮哦！你跟屁虫哦，我去到哪里就是跟到哪里。你是跟屁虫哦？啊，对不对？跟屁虫，你是跟屁虫吗？说是，不要用我啦，你不要弄我。我要放屁给你闻哦。不不不不。不算，不算，有凯哥喊一声不算了。
班的。佩佩，叫我，我是谁？阿赫，阿赫，我要摸你的肚肚了。你刚刚偷摸我肚肚啊，摸你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